政府咯，即係我係支持係反中央嘅，即係反咩反佔中，係一時唔記得咗啫，反佔中係啦，反拉布，太多暴動咯，俾我感覺啲議員啊乜嘢咯，即係打打即係掉嚟掉去啊嗌交咁樣，我覺得好唔和平咯，所以我支持張容嘅和平咯，和平方案咯。